大家好，我是艾尔文，很高兴我的作品《你很好》接受过去的你，喜欢现在的自己，被大家投选为非文学组别最推荐的得奖书之一。《你很好》这本书是我第二本撰写跟心理励志有关的书，也因为有大家的支持，所以我才有继续写书的机会。在这边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喜欢我的作品哦。连同这本书在内，我的作品在大众书局以及 Popular Online 都找得到。希望我们一起阅读好书，一起全民阅读。大家好，我是卓衍豪，很高兴我的作品《自由马来西亚》被投选为最推荐非文学类的得奖书之一。通过这本书，你会发现很多你错过的马来西亚的风景。这本书大家可以在大众书局及 Popular Online 找得到。让我们一起阅读好书，一起全民阅读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木之心理师，很高兴我的作品《情绪勒索》被马来西亚的读者选为最推荐非文学组别的得奖作品之一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，也很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到马来西亚跟大家分享《情绪勒索》。《情绪勒索》这本书可以在大众书局还有 Popular Online 找到哦，让我们一起阅读好书，一起全民阅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轩。今天我非常荣幸我的书能自处，也能跟别人好好相处，被投选为非文学类别的得奖书之一。我今天非常荣幸向各位推荐这本书，你可以在 Popular Online 或者在大众书局都可以买到。让我们一起支持好书，让我们一起阅读好书，一起全民阅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兄，很高兴我的作品《你好，我是解体员》被投选为非文学组的最推荐书籍之一。那这本书呢，主要是记载着我在殡仪馆担任遗体接运人员发生的一些生活的趣事，还有我之前工作的一些有趣的事情。而我的第二本书《比一点更悲伤》现在也在热卖中哦。而这些书籍呢，在大众书店还有 Popular Online 都买得到。让我们一起阅读好书，一起全民阅读。